看到没有？这个手呢？知道，可是太极拳有这么多的招式，其实呢，就是从我妈打我开始的。不看肘呢？你看，啊，啪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已经被撂飞出去了。因为小的时候总觉得练习太极，他也不能打人，他也不能干嘛的。轻点行吗，老师？我母亲呢也是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，我现在排到了第13代。